告诉他，你想通了，你愿意跟他一起离开这儿，为什么？你为什么背叛我？大鱼上钩，垂死挣扎。龙环姐，你是跑不了的。绿野集团出事之后，有一笔资金都通过业务往来打入了一个叫江峰的人手。新美公司的产品突然大量上市，而且跟绿野旗下的产品极其类似。利欲熏心，脚迹连环，反而败露行迹。江峰改签了机票，五个小时之后就登机。古法栏目剧六集迷你剧集《欲望的金蝉》大结局正在播出。有些私欲是无可救药的贪婪。给我100万。有些执着是不能自拔的错念。中毒事件引起的全国广泛关注。你马上去，把这些文件全部交。这次我们找你，希望你回去配合我们调查。哥，私欲和腐化编织的阴谋是自负之王。乔少爷，你让我吃的苦，一定要你给我还回。我在帮你们赚钱，我不想被拖下水。普法栏目剧六集反腐反贪剧集《欲望的金蝉》正在播出。急救中心，请讲。120这个人突然出现了呕吐、腹泻、昏厥的症状，你们快多派点救护车来吧。这次中毒事件引起了全国广泛关注，对广大消费者是如何交代的？出事了，马上去，把这些文件全部交。希望你配合我们调查。你身为检察官，你说话有证据。哥。传闻，我怀孕了，白纸黑字写的，这个药方就是用来证明假怀孕的。尽快把乔长文抓住。我不是乔长文，跟乔长文是那个双胞胎兄弟。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这里是普法栏目剧，我是主持人图画。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六集迷你剧集的最后一集。丰源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谢一山和绿野集团董事长乔长文沆瀣一气，骗取国家的技改资金，并且通过特殊手段据为己有。乔长文的副手刘关杰全程参与了他们的行动，却屡屡得不到乔长文承诺给他的好处，同时又在追求乔长文的前妻旅游时受挫。刘关杰隐忍多年，最终与乔长文决裂。在上集故事里，我们看到自以为算无一策的乔长文怎么也没有想到刘关杰会留有他和谢一山犯罪的证据，并且寄送给了检察机关，
弟弟乔长武如实向检方交代了情况，他的替身计失败了。可乔长文没有想到的是，已经苦等多年的刘关杰竟然会在这个时候对吕柔下手，趁着吕柔醉酒强行和吕柔发生了性关系，这让吕柔啊几近崩溃。他本来就因为自己心爱的男人移情别恋而痛彻心扉，现在自己信任的老朋友居然又轻薄了自己，他可谓是心力交瘁，最终找到了检察院的陆林。那么接下来吕柔会向陆林透露一些什么样的线索呢？陆林又能否抓住这个机会说服吕柔协助检方侦破这起涉案金额巨大的案件呢？请看我们今天的大结局。来了，吓死我了！本来我不想跟你说的，刘关杰最近总是在骚扰我。刘关杰，我精神都快崩溃了。我想来想去，我能求救的也只有你了。你慢慢说，到底怎么了？刘关杰他。太想你了，我想一想都快疯了。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死给你看。哦，我走，别激动。我恨不能把刘关杰送进监狱。雨柔姐，如果你真的想把他送进监狱，不是不可能的。你这话什么意思？他谁都不相信，但是有一个人，他无法不相信。我？你知不知道刘关杰住在哪儿？或者他有什么联系方式？自从刘关杰逃跑之后，我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怎么了？你找什么？这是他留给我的。刘姐，你的电话呢？告诉他，你想通了，你愿意跟他一起离开这儿。喂，小柔，是你吗？是我，关杰。你这么快给我打电话了？我太高兴了。我已经想通了，乔长文他根本不爱我。其实这个世上最爱我的人是你，你快带我走吧，关杰。小柔，你终于想通了。喂，你不相信我吗？不是不信，可是你从前那么恨我，怎么突然就……曹长文已经让我绝望了，我不想再把希望放在一个已经移情别恋的人身上。直到上次，我才发现，其实真正爱我的人是你。喂，关杰，你在听吗？啊，小柔，我太高兴了，为了你这一句话，我等了多少年啊！那你赶紧带我走吧，越快越好。啊，好，那你等我。
了。啊，你说这案子进展本来就慢，好不容易抓到了这个乔老爷，谁知道抓的还是一个冒牌货，真是郁闷死了。行了，别灰心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脾气，我着急呀。这要是再过几个月还抓不着的话，我非得憋疯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桃儿，你就别拿我开心了，现在哪还有什么好消息啊？如果不出意外，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把刘关杰捉拿归案。真的呀，桃儿？打起精神，准备行动。是。雨柔，那边怎么样了？武林，他没来呢。你别担心，我们就在附近。他来了。东西收拾好了吗？咱们走吧。啊，等一下，我卧室里还有几件衣服要拿，你进去帮我收拾一下吧。好，快。帮我收拾这些衣服，我去给你倒杯水。哎，小柔，咱俩好朋友在一起，我不希望你离开我的世界。我知道。那我先收拾衣服。哎，关姐，嗯，你怎么有把枪呢？哦。护身用的，别怕。他从哪儿来的？托朋友从南方带的。怎么了？没事。你没事吧？没事。现在不能过去，否则吕柔会有生命危险的。为什么？你为什么背叛我？你跟你老公一样，信不信我已经杀了你？你杀吧，我没想到会死在你的枪下。厉害，你真厉害。110联动，宝龙小区逃脱一名持枪嫌疑人，请求支援。你的本意，
你回去跟我们说清楚，好吗？好，我告诉你，因为郭二毛看见我在高温设备上动了手脚，他说，如果我不给他钱，他就举报我们，这就是事实。你举报乔长文就是戴罪立功，这一点你应该清楚吧？可是我们怎么样才能证明你说的是实话呢？不信我是吧？好，你们先去我住所，我那有个档案袋，里边是乔振峰、谢依山这么多年所有往来的票据和证据，你们自己找，自己看。王杰，带着人去把那档案袋取来。是。开船，快！我快就毙了你，快点儿！
接到吕柔的电话，刘关杰以为自己终于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但是却没想到会被吕柔出卖。他仓皇而逃，并在途中劫持了一名人质和一艘小艇。那么这些行为呢，涉嫌构成了非法持有枪支罪以及绑架罪。我国刑法第128条规定，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39条规定，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刘关杰的手下老黑被谢一山买通，偷走乔乔文和谢一山的犯罪证据，企图销毁，进而被检察人员及时的制止了。老黑的行为涉嫌构成了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未遂。我国刑法第307条规定，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2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施犯罪，为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刘关杰终于伏法，检方终于获取了乔长文和谢一山的部分犯罪证据。那么接下来，检方要如何进一步的调查案情，并追回巨额的技改资金呢？咱们接着往下看。这段时间没有乔长文的任何出入信息，他应该还在本市。如果他在本市，那还好办一些。谢一山那边现在应该不会有什么行动，我们必须要找其他的突破口了。你继续接触吕柔，让他解除心理防线，把真正的乔长文引出来。是。在部署人员继续调查谢一山的同时，陆林又来到吕柔家，试图从他口中得知乔长文的下落。怎么，今天没有去上班？我不想去。我不想看见谢医生。一看见他，我就想起谢依兰和乔昌文。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我想一个人好好静一静。都过去了。陆林啊。嗯。其实有一件事情，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告诉你。你说，其实我跟乔昌文离婚是有特殊原因的。他为了把大笔的钱用正当的名义转移到国外去，就以分手费的名义在我的户头里存了一大笔钱。前些日子他预感要出事儿，所以就要求我把这笔钱转移到另外一个账户。因为我发现了他和谢依兰的事，我就没有同意。那你知不知道是哪一个账户？因为我没同意，所以也就没有问那个账户。你该问问他。吕柔姐，乔长文在哪儿？这样吧，你给他写一封邮件，告诉他你愿意把那笔钱还给他，前提是他必须带你走。可是你愿意看他这样生活吗？颠沛流离，不见天日。他回邮件了。宝宝，只要你把那笔救命的钱还给我，我可以跟你见面。你家里不安全。这样吧，我们在香槟路的第二个十字路口附近的长椅上见。能不能查到他的 IP 地址？我试试啊。这乔长文太狡猾了，他隐去了他发邮件时候的 IP 地址，所以查不到。
这个乔长文胆儿也真够大的，竟然敢约在这种公共场合。人越多的地方越安全，这样最容易逃脱了。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漫长等待，乔长文始终没有出现。陆林觉得事有蹊跷，让大家先撤。你们先撤。回去吧，他是不会来的。哎，老乔，我们跑吧，跑得越远越好。这怎么能行呢？就我手里那点钱，跑哪能够用？必须等到那笔资金打到账户上。够用的，老乔，我可以跟你亡命天涯。不行。老乔，你是不是想跟我分手了？我说你想哪儿去了你？你还对我假怀孕的事耿耿于怀？哎呀，行行，不说了，那件事我只当是一个故事，过去就算了啊。我不是故意要欺骗你的，我只是急着想跟你结婚。行了，宝贝儿，你的心思我了解。我说咱以后不说这个事儿行吗？好吧。哎呀，你说你哥这个心思呀，我也琢磨不透。行了，不管怎么说，必须赶到检察院行动之前，一定要把那笔资金打到账户上。可是我们现在这样的做法，就是在刀尖上行走啊。情况这么紧急，我是不能在你这再住下去了，老乔。绿野集团出事之后，有一笔资金去向不明。经调查发现，这笔资金都通过业务往来打入了一个叫江峰的人的账户。这个叫江峰的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新美食品公司的法人代表。这个新美公司成立两年以来没有开展过任何业务，完全是一个空壳，也可以说是一个皮包公司。皮包公司？而这个皮包公司的手续却十分的齐全。更蹊跷的事情在后面。绿野出事之后，新美公司的产品却突然大量上市，而且跟绿野旗下的产品极其类似。那就是说，你们认为这两家公司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江峰这个人很神秘，丰原市商界里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据说此人行踪诡秘，很少人见过他。我觉得呀，像这种故弄玄虚的人就肯定有问题，所以才行踪诡秘，就是怕见阳光。我看你们先从新美公司和这个江峰开始调查。是。打扰一下，你们经理在吗？经理不在。啊，我是税务局的，想查一下你们公司的手续。手续在老板那儿，我们这儿可没有。你们老板江峰呢？我想见见他。你想见他？我们还想见呢。上班好几个月了，我们连老板的影子都没见过。那你们平时在公司都负责什么？就打打电话，发发传单，很简单，没什么实质业务。你好，我想查一下一个叫江峰的资料。好的，请稍等。
学时候发现这个江通啊跟乔长文长得一模一样。这不是三胞胎的弟弟吧？乔长文就是江峰，他和谢依山勾结，为了洗钱方便，就用江峰的名字注册了一个假公司，新美公司。绿野出事之后，乔长文暗中指挥谢依兰启动新美公司的运营程序，这样他就可以明目张胆地将剩下的技改资金据为己有。陈姐。啊，陈姐。刚才银行来电话说，这个叫旅游的把他账户上的钱全部转出去了。什么？他的钱现在全部在一个叫江峰的账户上。书记，我们刚刚研究过了，这个江峰应该就是乔长文。那么我们要不要立刻冻结旅游和江峰的账户？不能冻结，你冻结了他的账户，他就没有行动，没有行动，咱们监察什么？啊？喂。好，我知道了。陈姐，告诉你们好消息，航空公司那边说江峰买了后天的机票，他要逃出凤园。后天去机场蹲守，抓这个江峰。是。陆林知道吕柔并没有完全说实话，他跟踪吕柔得知了乔长文的藏身之处，等待抓捕时机。天真的吕柔还对乔长文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想跟着他出国找儿子，而此时的乔长文正心急如焚地等待着最后一笔资金的到账，全身而退。嫌弃我了？哎呦，看你说哪儿去了，我怎么能嫌弃你呢？这都是我的错。老婆，我们复婚吧，从今以后你就是我江峰的妻子。那你不跟谢依兰在一块儿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那是在利用她。这种女人，连假怀孕的事儿都能做出来，以后啊，她肯定会把我卖了。老公。陈姐，我刚刚接到消息。江峰改签了机票，五个小时之后就登机。和他一同上飞机的还有一个女人，叫王艳。这个王艳会不会是一个假身份？如果也是假身份的话，那这个人会是谢依兰还是吕柔呢？那就看乔长文他想和谁一起走了。我们终于过上朝思暮想的生活，恐怕你前妻还在家等着跟你复婚呢吧？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他们娘俩。你是不是还舍不得他？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说你都什么时候了，你说这有什么意思？
说过，我们还会见面的。陈建，人家不叫乔长文，我们应该叫他江峰。名字嘛，不过就是个代号，叫我什么都行。对于我们办案人员来说，这个代号至关重要。可是我还是没有以这个代号金蝉脱壳，不，还是让你们给抓回来了吧。你先是让自己的双胞胎弟弟替你顶包，紧接着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换了一个假称呼。抓你真的没少费我们的心思。谢谢郝家。我弟弟常武他，哦对了，我干的这些事儿他一点都不知道，这全是我一个人干的。你们打算怎么处置他？等着和你一起判刑。这件事情有点太对不起常武了。哎呀，对不起很多的人。你更对不起吕柔姐，因为你的牵连，他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乔老爷，你担心这么多人，可能会漏掉一个人吧？谁？谢依山。当你们一个个陆续落网的时候，他谢依山却能逍遥法外。我都让你们抓捕归案了，他的日子能好过吗？举报谢依山吧。这事是我跟谢依山干的，我们现在设备上动了手脚，是产品出了问题，然后呢再以设备故障为借口申请技改资金，再以招标的形式把资金打到新美的账户上，我得了一半，另一半呢全让谢依山拿走了。立刻逮捕谢依山。是。请吧。加蛋加肠上啊。干啥呢？什么呀？你车打开的车。你喊什么？你车给我下来。我操你啊。别碰我。你车不服是不是？怎么了？警察上场。我操。有些私欲是无可救药的贪婪。给我100万。有些执着是不能自拔的错念。中毒事件已经全国范围的广泛关注。你马上去把这些文件全部交。这次我们找你是希望你回去配合我们调查。哥，私欲和腐化编织的阴谋是自负之王。乔长文，你让我吃的苦一定要你给我还回。我在帮你们赚钱，我不想被拖下水。普法栏目剧6集反腐反贪剧集欲望的金蝉正在播出。
丰原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谢一山和绿野集团董事长乔长文官商勾结，骗取了巨额的国家技术改造资金，他们的行为是严重的犯罪行为。谢一山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参与并主导这起案件，涉嫌贪污犯罪，并且涉案金额巨大。根据我国刑法第383条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乔长文窃取国家技改资金的行为，触犯了我国刑法第396条，私分国有资产罪、私分国有财物罪，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此外，乔长文指使刘关杰杀害郭二毛，属于教唆刘关杰杀人，是这起案件的主犯。最终，谢一山、乔长文等人被一并交付审判。谢一山由于贪污金额巨大，被判处了死刑，缓期2年执行，并处没收财产。乔长文呢，犯有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乔长武、吕柔和谢一兰在贪污案件中起帮助作用，是从犯，被分别判处了2年、5年和10年的有期徒刑以及罚金。回顾整个事件，可以说都是由一个贪字所引发的。面对巨额财富，乔长文、谢一山他们沆瀣一气，向国家骗取巨额的技改资金，利欲熏心，一度罔顾人民的生命安全。欺上瞒下，在食品生产销售环节弄虚作假，可谓是丧尽天良。之后呢，又为了中饱私囊，谢一山暗中操控，乔长文又是诡计不断，甚至企图以假身份替身计来金蝉脱壳。然而自以为手段高明，最终他们还是露出了马脚。正所谓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为欲望所困的金蝉，终究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应有的法律代价。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这里是普法栏目剧，我是主持人图画，再见。